你看，美术展览馆的画拿这儿来吧，特地选的最近新作品。哦，我以为，哎呦，那画卖出去了。是吗？因为你漂亮，刚拿出来就卖了。哎，看你。这张画画的像是我妹妹银姬。哦，是吗？嗯，欢迎再来。好，走吧。再见。再见。银姬是捡来的吗？是啊，他要是活着的话也27岁了。说来也巧，我们俩的生日都是初一，我9月初一，银姬10月初一。他从小特别爱唱歌，舞跳的也很好。回来了，这是怎么了？你不舒服吗？爸爸，有什么事要说吗？怎么了？爸爸，我不是您的亲女儿，爸爸。我是捡来的，啊，这是真的吗？啊，孩子，你说了些什么呀？都是傻话。爸爸，你这是从哪儿听来的？谁跟你说什么了？没说什么，可我知道了。爸爸，你说。真是这样吗？啊，告诉我。让我告诉你什么呀？快别说傻话了，上剧场去吧，去吧。爸爸，那都是假话吧？啊，爸爸，是假话吧？孩子，是假话。知道这附近有住的地方吗？啊，往前面走不远就到了，我也上哪儿去？荒郊野岭的，咱们搭个伴儿吧。都是出门在外的人，认识一下。我叫韩炳浩。我的名叫显山。啊，你是学生吗？念了点书，被开除了，因为没有钱。你上哪儿去呢？我打算回家乡去。是吗？家乡在哪儿？在北边，就住在元山附近。敌伪时期，我为了读书跑到了汉城，一直到现在。这么说你光复后也没回家乡？总想要回去，可是被38线挡住了，就在这边学点美术。哦，家里父母都在吗？我父亲是打鱼的，敌伪时期出海打鱼，死在海上了，扔下了母亲，租地主家的一点地种，
听人家说，金将军已经回到了北边，给贫苦农民分了土地。现在我的家里可能也分着地了。看样子咱们要在野地里挨浇了。你家在这附近吗？不，住在海岛上。如今成了美军的基地，不准打鱼了。哼，我出来东奔西跑想挣点钱，现在回家去。你挣着钱了吗？挣什么钱呢？按说光复了，日子该好过了。哎，人越穷，孩子还越多。我刚30来岁，就已经5个了，哪管少两个。有人来了，我一心想去搞音乐，就在815光复以后，我到一个山沟学校一边当教员，一边学习音乐。有一天，我给孩子们教唱了一首歌，这歌是我自己写的词，谱的曲，因为歌词里有这样一句话：白头山有一颗彗星触犯了他们。哎呀，你的身体不好，快歇一会儿吧。不要紧，反正我活不了多久了。遇上了你这样一个知心的人，就让我说个痛快吧。接着，他们就把我从学校赶了出来，抓到了警察署。拷打了我1个月才放出来，从那以后我就失业了，到处流浪，弄得我肺病也越来越严重。我的妻子本来身体就不好，再加上生了这一对双胞胎，硬被折磨死了，扔下了他们俩。现在认真想想，光复了又有什么用呢？如今的社会，像我这样的还想搞什么音乐创作，那不是痴心梦想吗？真是一场悲剧。这就是现实，因为你也热爱艺术，我才说了这些。听朋友们说，金军已经回到了平壤，成立了管弦乐团。多么想回到金将军的身边，写我想写的歌，把孩子培养成歌手，歌唱解放了的祖国，跟着金将军拿出我的全部精力去工作。哦，好孩子，别哭了啊！别哭了，好孩子，别哭了啊！奶就来了。
将来我总会成家的，他们是双胞胎，金鸡银鸡，姐俩不能分开。我家但凡能糊口，也该抱一个。孪生姐妹不能分开，你这次也没挣着钱，这么空着手回家就够你为难的了，再抱一个回去，叫大嫂怎么办呢？但愿咱们还会相见。 先生，你等一等，给我一个吧。刚才我没敢要孩子，请你原谅我的处境。
现身。他们分手了，可是谁知道，从此一别就是20多年。一对孪生姐妹被隔离在南北两方，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命运呢？家里好吗？英叔怎么没来？爸爸，英叔他饿死了。英叔妈，快给他喂点奶吧，这孩子的爹妈都死了，今天早晨只给他要了一口奶，饿一天了。急性肺炎啊，哎呀，恐怕今天晚上都挺不过去了，要赶快抢救，先吃点药，马上住医院吧，你要拿一定的押金。我没有钱呢，求求您。什么？没钱？你以为光富了看病就不要钱了？快走开吧。孩子，不能在这儿等死，今天晚上想法逃过三八线去。
过来了，大珍。是。 肯定是我，他买了画一边走着一边说的。要依我看，买那张画是因为画中人好看。至于画嘛，人家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嘛。那怎么这样巧呢？年龄、名字，还有生日，甚至还说从小就会唱歌、爱跳舞，这不是说我吗？那。 他指名说是金鸡了。什么名我没听清楚，肯定是叫什么鸡。你看你，金鸡啊，你说你长得不像爸爸，可是大伙儿都说你的眼睛长得像爸爸，脸型长得像妈妈。金鸡啊。 你想想，是不是这样？
最近，水产部门掀起了革新高潮。由于工作的需要，我要到海边去一趟。你走了，那金鸡的事儿。我去过工艺品商店，和售货员说了，请他给保密。这回，借这个机会，连去找买画的人，了解一下情况。我早就想去看看大海了。班长同志，啊，刚才有人来找过您，找我啊，那您久了，哎，不客气，没什么，您快请坐吧，请这边坐。你不认识我了？是啊，好像是非常面熟。就是啊，这已经20多年了。你还记得光复以后在海边上那个雨夜里遇见金鸡银鸡的父亲？哎呀，显山，哎，是你呀，哎呀，快请坐。哦，你来的可太好了，真是活下来的人总是会相逢的。哎，啊，说的是啊。快请坐。哎，这画原来是你画的？对。哎呀，最近我正要出去找一找这位画家拜访拜访。啊，银鸡好吗？咱们慢慢说吧。见面了，谈他几天。过去的事儿说起来话长了，多少年了。你回来了。啊，爸爸回来了吗？何克是这画的画家。啊，那好啊，你做饭去吧。哎，咱们刚分手的时候还以为三八线能马上拆除呢，没想到一直到现在隔开20多年，孩子都成人了。是啊，金鸡还什么也不知道呢。哦，我想找个机会把这一切都告诉他。好啊，尤其是这次听了银鸡的遭遇。就是哪管能通上一封信呢也好啊。越想心里越难过啊。要不是美帝和朴正熙的统治，祖国早就统一了，银鸡也。来，哎，哎呦，好小子啊。哎呀，你都抱孙子当起爷爷来了。是啊。
刚听见有人喊爷爷的时候，心里扑通一下，听长了就乐在其中了。嗯，啊，对了，我刚才在你们工厂里还画了几幅画呢。你做什么工作呀？我在工厂里担任作业班长工作。哦，夫妇俩在一个厂里，好啊。妈，你弟弟在哪儿啊？啊，他从水产学校毕业以后，跟父亲在一条船上，担任技师工作。哦，你看，咱们这儿正说着老虎，老虎就来了。长直啊，快来见见。啊，你买的那张画就是他画的，画家显山老师。啊。老师您好，来，坐吧。好。今天我很高兴，看见昌直，就像看见银鸡一样。是。咱们吃晚饭吧。哎。听说你在写小说。啊，这算不了什么小说，只是写写过去的事情。写吧，一定要写出来。等写完给我看看好吗？好。嗯，还没睡？啊，这么晚了还在写？写不好。我可以看看吗？可以，看吧。岁月啊，从孤岛上流逝过去。银鸡在波涛声中长到17岁，他学会了许多好听的歌，但最爱唱的是爸爸的那首祝福歌。记得有一次，岛上来了一位教员，父亲就拿出歌谱来叫他学。银姬，你怎么就知道唱歌？慧叔，我心里闷得慌，唱唱歌就好了，是吗？银姬啊，嗯，我大概过两天就要走了。上哪儿去？可能就是岸上的城里吧。哎呀，那多好啊！好什么？我也想去，看看热闹该多好啊！你到岛外去过吗？我一次也没去过。没什么意思。那我也想去，听听留声机里唱的歌。前两天船主还说，那儿有个地方，能学跳舞，还能学唱歌。你没有钱，学什么？他不让学，光听听也好啊。
哥哥，啊，这回带我去陆地上看看，嗯，好。那儿可苦了。音机的歌声真好听啊。哎，音机啊，你想不想上外边去学歌，到陆地去？嗯，你要到那儿啊，一定能赚大钱，穿漂亮的衣服，学唱最好听的歌。我也没有钱呢。嗨，那个我有办法，人家慧叔就要去了，到那儿赚一年的钱，又能还债，又能见世面。你不想去？爸，你妈妈同意就是了。你就跟慧叔一块儿去。那您给说。好，好，走吧。音机。嗯。你真想去吗？嗯，我想去。受一年罪怕什么？还完了债，还能挣回钱来。那是个什么地方？也不问问，咱们不能去呀。嗯？难道我能送他去坏地方？说什么也不能去。哼，算了。别后悔，我是看在银姬爸爸哀求我的面上。既然这样说了，那就赶快还我的债吧，不识抬举。孩子，要是你爸爸还活着，能让你去吗？妈妈，就一年，还了债就回来，你放心等着吧。啊，回去吧。哎，赚了钱就回来，哭什么？大叔。大叔，我也跟你们去啊。好啊，你妈妈同意你去？就一年，能还完债吗？当然了，能还完。那我也去。好，上船吧。哎，开船。银姬呀，银姬，银姬，你回来吧！哥哥，我一定回来。银姬，银姬，你别走了，回来吧，银姬。就写到这儿，停笔了。写得好啊，等写完了一定寄给我。好。老师，您记得这歌谱吗？从前我也不知道它的来历，这回我要写小说，爸爸才告诉我。Oh.
歌谱是哪儿来的？啊，我这回出差带回来的。您认识朴孟奎这个人吗？啊，是个老朋友了。是作曲家吗？是学校的一个音乐教员。很可惜。死了吗？很早他就死了。哦，是吗？现在他要活着的话，肯定是个杰出的作曲家。可是在那个社会里，蒋同志，怎么样啊？孩子很健康，你放心吧。啊，哎呀，这孩子真好玩。生第一个孩子都这样。哎呀，他一小也是，怕冷怕热，睡觉还怕饿着，担心怕把孩子睡傻了。就是，我也是这样。啊，有事儿吗？妈妈，嗯，有。这么大孩子。出嫁都该当妈妈了，一天到晚还总喊妈呢。走吧，辛苦了，再见。妈妈，啊，我们艺术团要去巡回演出了。是吗？今天早晨宣布的，要到劳动现场去做宣传工作，还要深入生活。啊，我也被选上的。妈妈，嗯，我们这次出去公演，还要到远洋渔船上去。渔船，我先走了，准备一下行装。去准备吧，我就回去。妈，我走了啊。你们来这演出已经感谢不尽了，还要给做饭？快批准给鱼吧。你是不是叫金鸡？对。哎呀，您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哎，有名的演员谁不知道？班长同志净开玩笑。开玩笑，这全都是最好的海鱼，你们自己随便挑吧。啊，哎呀。抓紧时间干吧。好，把那边拉紧点。是。哎，再拉这边。好，快点。同志，你在这儿看什么呢？您看往那边走的是谁？啊，他叫韩昌直。韩昌直？哎，刚才给你们鱼的那位老班长知道吗？嗯，他就是老班长的儿子。哦，是吗？他们爷仨从南方过来，在海上吃了不少苦啊。
请问春川离这儿有多远？听说那有个樱花酒楼。春川啊，离这儿还很远呢，要到那儿去路可不好走啊。隐迹，看来我好像活多久了。你说些什么呀？慧叔，老板说要把你送回家去呢。不是，他看样子是把我卖了。什么？前两天我正在生活，进了一个人，两眼紧盯着我，和老板嘀咕了好半天。我越想，银姬呀，是船主把咱们骗到这儿来卖了。咱们两个在一块儿吃苦受罪有个伴儿。慧叔，隐疾，快去吧，老板又该打你骂你了。我一想要去酒楼，腿都抬不起来。那些有钱的人一天到晚胡闹花天酒地，可像这样的人才有几个？大多数是穷人被迫卖儿卖女，得了病没人管，连药也吃不起。这世道没办法，
机。爸爸，您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英姬，你在这儿可受苦了。爸爸，妈妈，昌植哥哥都好吗？妈妈的病好些了吗？英姬呀，你还惦记着家？英姬，爸爸，您把我带回家去吧，我真不应该离开家。爸，好，我这次到这儿来就是来接你的。爸爸，我在这儿真活不下去了。谁在哪儿呢？在那儿。啊，叫花子，你干什么？啊，我是银姬的爸爸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哎呀，哎，爸爸，爸爸！什么亲女儿？你是卖女还债，还爸爸？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！卖女儿，还债？少说废话，拿出8万块钱来，让你把她领回去。爸爸，什么？8万块？不，我只欠白川主1000块钱的债，什么8万块？哎，混蛋，那你去找白川主去说去。爸爸，爸爸，救救我爸爸！这真是强盗横行的世道。什么？强盗横行的世道？妈的，来呀，把他送到警察局去。爸爸，银姬，爸爸，哎呀，爸爸。